大家好，这个感谢新浪的邀请，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 ESG 的这个国际会议。E ESG 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趋势和大事啊，远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和利益啊，这个一个大的潮流。所以全球来共同讨论，我觉得这个新浪还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在我这一节呢，这个我就想集中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发挥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价格机的作用，通过碳价格的定价和逼近的这个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啊起主导作用，来推进碳中和的实施和推进 ESG 的实现。 我们在讲 ESG 的时候，当然需要很多政府的参与啊，因为这是一个目标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共的一个大的一个场景。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如何发挥这个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这个主导作用，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这个怎么定价。 特别是在这个碳中和的过程中，因为有多重的市场这个啊失误，所以这个失败，所以这个定价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国际上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争议也很多。当然，ETS 是一个最简单的应用啊，但是关于碳价的，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幅度变化很大，从几个美元到上百美元。 所以，怎么样发挥价格机制变得特别重要。那么，国际经验和学术研究都表明，强有力的、可预测的这个碳价格，在有效管理的碳中和和转型过程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发挥市场和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呢，首先就要发挥市场对碳价格形成的。 这个我称之为一个逼近的作用，就逐渐的迭代接近这个真实价格。由于碳定价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和市场失败，构需要构建完善的包括碳税、碳排放交易市场、碳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碳抵消市场的碳价格形成的多维度的综合的市场体制。 这个，因为大家讨论都是说碳税啊，这个 ETS 碳价呀、啊、等等。我们的研究表明，其实多种工具，我刚才讲的四种工具都是需要的，才能建立起一个这个碳价格的定价的市场体系，来这个发现科学有效的这个定价，来使得政府和市场呢能够充分的合作。 第一呢，就是要设立基本的碳税，是形成碳价格的基础。国际经验和学术研究都表明，碳税是最强烈、最明晰的价格和政府意图信号，也是推动科技创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转型和个人消费行为的转变的最主要的信号和激励机制。但是这个问题争议很多。 这个主要就是担心碳税一旦出现以后，它改变了整个的现有价格体制，会产生经济的不稳定性。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因为这个各个不同的产业和产品的含碳含量不一样，所以这个税负不一样，就实际税负也会产生这个转型的公平问题。所以大家这个、这个、这个。 讨论也是争议很多啊，那么当然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因为增税嘛总是比较难以通过，所以觉得比较困难。但是有很多研究，我们也做很的研究就表明，碳税是基础，因为你要设定强烈的价格机制，税是第一步，而且这个制定的碳税越早越好。 因为碳税提供了明确的市场激励机制，使得大家有积极性来降碳、排碳、来科学创新，所以这个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在中国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国家可以根据这个区域的容量啊、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等差异的指标呢。 设立独立的碳税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出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碳税。啊，总体的概念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碳税起点可以低一些，发达国家的碳税可以高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可以中等水平。但是我们看总体原则，碳税可以从低的水平开始，可以逐渐逐渐提高，往高的水平提。 因为很重要的就是给予一个市场的信号和激励机制，但是碳税必须建起来，因为这是基础。在碳税的基础上，积极强化和扩展增量的碳交易市场，扩大碳排放的覆盖面，并通过控制总量，逐步提升碳价格。啊，这个很重要。 我们国家也建立了全国的这个 ETS，但是现在总体来说交易量啊还是这个不活跃啊，这个价格水平也是这个波动也比较低。那么从现在来看呢，第一要扩大交易覆盖成本，添加高碳行业；第二是减少碳排放的总额定量，增加通过拍卖方式分配的配额比例；第三是改变配额的分分配方式，是由下而上。 确定为统一制定，在行业间，因为行业间的碳排放是不一样的，进行差异化的分配。第四是完善国家的碳市场机制，纳入经这个考核的论证的碳减排的其他的抵消机制啊。我我我这里讨论的是 CCER。那么第五是逐渐的引入衍生品的交易，就是这个碳交易没有金融市场介入，没有衍生品的交易。 那么这个碳交易市场是做不大啊，那个因为要对冲啊，要这个有这个金融属性。那么同时，第六是加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啊，完成这个这个区域的试点。所以，强化碳交易市场是很重要的。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要做第三步，要鼓励企业制定内部的引资碳价格，就在。 把这个碳价价格明显化之前，我们可以鼓励各个企业先制定引子，我们叫 s h a d price，这个引子价格来推出碳抵消市场，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碳抵消的功能。同时呢，也明确碳交易市场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啊，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自愿碳。 定价机制的监管，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发挥价格和市场机制，我们在碳定价格这个这个范围内，我们需要把碳税、把碳交易市场的完善、把企业内部的影子碳碳价格等多种工具都充分的利用起来。 啊，使得市场发挥作用来逼近这个真实的市场碳价格。那么当务之急呢，是要建立有效的碳市场的基础设施。我觉得这是国家的责任。啊，有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区域差异化的碳税制度啊，以及这个碳价外的市场化机制啊，用多种混合的政策工具啊，以及这个来监测和披露。 就这个国家的作用啊，设设了一个税，设了一个交易规则以后，就是监督披露啊，这个，然后这个形成一个一个市场机制，来推进整个市场的综合的全面的来形成碳价格，啊，提供信号和激励机制，来推进我们的碳综合转型。 来推进我们整个机制经济呢向 ESG 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想就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如何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啊，来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形成啊最逼近市场的这个碳价格，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观察，我们最近在做的研究。 我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呢做一个简要的汇报啊！再一次感谢这个新浪组织这个会议，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有义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要讨论，因为这是一个人类根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范式变化啊，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和颠覆。好，谢谢大家。